小志工们担任您的老房子文化运动特展导览员，详细解说台北老房历史与改造，展现亲切与专业。这是他们参加台北探索馆的暑期小志工研习营的成果。我很荣幸呢，能够在报名这么踊跃的情况之下，幸运的抽中这次活动的名额。在此次的课程中，闯关的关注要让我说明知识点的时候，让我了解到，当志工呢他们在面临人群的时候，并不会像我们一般人一样感到紧张或者是害怕，而是以很从容的态度做出说明。那在志工老师们的演说下，会更了解到台湾一些很著名的老房子，例如说我们实际参观过的文房。文房呢是一个文化阅读空间，也是1930年代的日式建筑，属于新型日式新社区，也是很稀有的河阳折中式建筑。那什么是河阳折中式建筑呢？就是日式呢与西洋风格合成的，那我们就称之为河阳折中式建筑。那在听完这么多老房子的故事之后呢，我想要做出属于自己的。网络上看到这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刚好还有就是还有剩名额，所以就决定就是，然后刚好我有这个兴趣，就是认识这些老房，之前从来就是没有参加过这个营队，这样就是觉得老师上完课以后就觉得自己原本是零。然后就是听完了老师的了解，就是提升了80%左右的了解度，这样了解到老房子的历史啊，它的前身是什么啊，然后因为什么原因啊，然后让它需要再生，然后再生又是什么东西啊，这样。就是因为妈妈跟我讲说那个有这个志工营，然后我就觉得想试试看，觉得很好玩，而且那个之前那个也有一位哥哥，他也去当志工，我有看他那个在当志工的情景，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玩，所以就去试试看。这两天我知道志工他们服务的更多的精细的项目，还有更详细的历史文物的重要的价值性。然后，因为呢，这人就觉得说，志工是一个帮别人去做事情的人，但是现在发现志工是一个有感情，然后呢，会去跟你讲要怎样做，然后呢，一个很棒的工作，所以我其实是蛮想要去当当看的。我觉得台北市整个教育的资源其实蛮丰富的啦，然后包含说探索馆，我觉得大家活动，包含说这边的展区，然后让小朋友。像其实台北很多是中南部，像我是南部上来，然后老婆是中部人，但是维克奇他就是台北人了，那他更应该要一起来认识台北，然后是重新认识台北。那台北其实在变化，那不然说老房子变成新的一个样貌，那我觉得这一个是不同世代都应该好好的去透过这机会一起成长。因为其实以前我们成长的年代，不管是资讯或教育来讲，其实都是比较单一的。那我觉得他们很幸福，那某一方面大人也是跟着一起幸福。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认识在地的土地跟在地的周遭环境。那他们从小这样看，我觉得他们对于未来的环境跟文化的一些资产会有更深刻的感觉，更愿意站出来去维护它，让它更提升。参与研习营的同学透过多元方式培训志愿服务精神，同时也获取北市老房子修复过程与经营理念，挖掘在地建筑特色。我们透过导览，还有手作，还有 AR 的科技，还有我们的工作坊，这整个不是只有在室内就单纯的静态的上课，那透过这四种模式的交错和配合，来养成小志工的兴趣，所以小朋友在这两天收获都蛮多。那他们有自己最后可以做出一个手作的房卡，来表示他们这一次对这个老房子运动、老房子的展览啊，自己所得的心得，让这些小朋友对于解说导览有兴趣的小朋友们，将来
可以当成一个志工，从小志工开始，那长大之后，学校毕业之后可以延续这个志工的生涯，那到他将来出社会之后，那可以把这一系列养成的收到的知识哦，提供给社会大众。那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最主要是希望这些培养这些小志工的志趣，那不只在我们探索馆，同时在各方各界都可以运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去传播这些让人家觉得愉快、觉得赏心悦目又有知识这个体系，这样整个培育下来，我们希望小志工训练营这个每年的活动都能持续的举办。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吃喝玩乐，暑假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到最后两个礼拜才来写暑假作业，然后全家一起总动员来写。那我觉得透过跟这个相关单位举办的一些活动，可以学到很多，可能跟台北市相关的哦，因为大家这次在演习里面认识的是老房子的这些跟市府相关的哦这些内容，所以透过老师们的带领，那透过演习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希望各位小朋友在回到家里、回到学校的过程当中，可以跟同学们、跟老师们多做一些分享，那这都是对自己在未来很好的一些养分。两天的研习课中，插画家张家璐也指导小朋友们设计老屋立体卡片，创作独一无二的特色老房，每间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个老房子我会想做，是因为我很喜欢模型。然后呢，它是由红砖的砖头和木门和竹子所做成的，旁边也都是竹子，除了这个是木头。而我会在旁边做这些草啊或树的话，是因为我想要让它变得更多样，所以呢，我就在想象说这里面有松鼠们在玩耍捉迷藏，然后呢，那个也有鸟在上面高声歌唱，然后呢，那个唱歌，然后我也希望我有时间的话，在后面做一片竹林，让它变更加的丰富。探索馆每年举办小志工研习营，鼓励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行列，专业优秀的表现让参观团体有口皆碑。小志工研习营赞！记者问俊，台北报道。